股翔平今天在春训首次进牛棚练投。资料照今日美国体育中心综合报道，天使队投捕报道后昨开练，今年加盟的二刀流大谷翔平也今天第一次进牛棚练投，二局模拟赛共投了35球，包含速球、直插球、滑球与曲球等四种球路。而对于自己今天的投球内容，大谷虽然不太满意，不过跟他搭配的金手套捕手倒是赞不绝口。我不是很满意，大谷透过翻译表示，虽然春训才刚开始，但我觉得自己还没调整到最佳状态。而2017年首次获得金手套的捕手马多纳杜 Martin Maldonado 整个冬天都在透过影片研究大谷的球，今天终于首次和他的搭档他大谷的球让我非常印象深刻，马多纳杜说，当你有这名在职业生涯已相当成功的队友，有些事就会与球员不同，我认为他会很令人期待。尽管在昨天的练打，大谷就敲出反方向全垒打，展现好打身手，不过昨天总教练索西亚 Mike Sergia 还是强调球队把大谷设为投球优先。而天使总管艾普勒 Billy Blair 今天受访时也表示，未来大谷只要登板投球就不会练打，春训时每天的挥棒也会列入控管，以免超过负荷。大谷翔平资料照美联社。